盖比晃一下之后直接杀上了单手暴扣，哇哦！哇，他是直接扣掉平跟一个哦，哇，这球盖比空中的拉杆器，哎哇！张下滑，王志刚地板球给到盖比空中暴扣，塞进篮筐。嗯，主要是后面的潘翔伟真的盖比。要单打掉了，时间快到了。盖比中距离拔起来，跳投出手得分。盖比假动作晃起了防守，带一步中距离跳投得分。这重点还投进了啊！没错，盖比在外围的投射，出手的手感真的很好。给到苏一静。这个给球，戴瑞腾这边接对抗盖比，但是盖比守住了。对，盖比的弹速哦，看起来是比戴瑞腾反应更快。再回球过来之后，外围的盖比都是经验的丰富。哇，这球盖比要来报仇吗？这球分得很好，来一个中路地带球停击。李明一投进了这记三分。来，这球溜了进去。盖比切进来，底线是已经。王子刚在弧顶选择三分，出手得分。苏博庄下滑。刚地板球给到盖比空中暴扣，哇！这一球的搭配太被他们的假动作骗起来，哇！盖比是直接在陈佑许面前将球塞进篮筐，嗯，主要是后面的潘翔伟真的空中的拉杆，看到李奇斌就是宝刀未老，差一点点又把他球顶进了，没错，差一点点。好，这一球马上给到。盖比晃一下之后，直接杀上了单手暴扣，哇哦，一个扣两个哎！等一下，这个海报的定格要定在哪里？哦，哇，他是直接扣掉了，没错，这篮底下的一个威胁性跟一个哦，好，这球盖比空中的拉杆器，哎哇，他的腰力啊，爆发力的展现，再看一下，哇，同学守同学啊。盖比，这一球受到防守的干扰，但是有哨音，非常的充足啊，没错。盖比，来一个中距离的跳投，有。盖比要单打掉了，时间快到了。盖比中距离拔起来，跳投出手得分。选择让还没有回来戴瑞腾直接跑一个快攻。但没想到盖比哦，他到底这个机动性真的很强。盖比假动作晃起了防守，带一步中距离跳投得分。盖比开卷秀转身的一个跳投有，哇，没有人守到。到苏博张往禁区里面接，但是抓下进攻篮板再补还是没有，但是盖比这一球有了，直接是创造了杨天佑的机会，地板球再给到盖比，要来篮下硬杀进去进攻篮板再补也有。好，给到盖比空中的一个横移，两人的包夹马上压上来，就是盖比这边再来一次空中接力回来，陈玉翰一个假晃没有摆脱，再塞给盖比，盖比篮下的插板得分，给到盖比在弧顶的位置直接拔起来投弧顶的位置空心球，背后是从腰部，对，他从脖子啊，从脖子啊。重点还投进了，没错，盖比在外围的投射，出手的手感真的很好。给到苏一静，这个给球，戴瑞腾这边接对抗盖比，但是盖比守住了。对，盖比的弹速哦，看起来是比戴瑞腾反应更快。再回球过来之后，外围的盖比，但这个球来旋停并没有进，篮板还是在台皮这边的外围三分，盖比也有三分球。主要都是扮演外围埋伏射手角色，盖比外线的三分球把握住。
都是经验的丰富。哇，这球盖比要来报仇吗？这球分得很好，来一个中路地带球停进。盖比在弧顶的位置，今天有外围的投射表现，现在来看看禁区的进攻吗？这分出来以后，一个小抛投要到分数，李明一投进了这记三分。来，这球溜了进去。再来看一下刚刚这球。盖比和黄昏玉的搭配，受到防守的压迫，差一点点发生失误。进攻时间剩下五秒钟，要来靠自己了吗？分出来，外围比了一下，在命中率都提升的非常的多。再来尝试一次，耶！盖比要来自己做突破，分出来外围，外围的投射三分球进了。盖比后面有人，还是要交给盖比。但再回到王子刚 ，Y Open 的一个大好机会，他出手。盖比切进来，底线是已经。王子刚在弧顶选择三分出手得分。